婷换个发型都要先问过陈岚的同意，可以说郭碧婷十分乖巧。近期有网友偶遇了郭碧婷，脸色发黄，挺着孕肚，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，不禁让人感慨，这还是嫁入豪门的那个女孩吗？从前嫁入豪门是很多女生的向往，从郭碧婷这个例子来看，其实嫁入豪门要承受的压力还是不少的。豪门婚姻并没有幻想中那么美好，落实到生活中谁都会有烦恼，就是不知郭碧婷能否在豪门这滩深水中游刃有余。